大家好，我是曾神父啊。今天的读经是21周星期二，上数年的读经。在今天的第一篇读经里面啊，我们还是读到啊，就是保禄众徒给得撒诺尼人的书啊。那得撒诺尼人呢就是基督徒呢也有蛮多的问题的啊，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呢误以为呢耶稣会很快再来，很快的事。那所以他们一天到晚想着耶稣很快就来了啊，今天明天就来了。所以呢，他们呢就是甚至连自己该做的每天的工作，他们都不去做啊，一天到晚就忘掉了他们的那个责任，而好像就是在等着耶稣的来临一样。那这个现象哈，其实我们今天的人也会有啊。我们都知道哈，在所谓千禧年的时候啊，有不少人啊要跑到山上去啊、海边去啊，离开了他们的工作啊，甚至家庭啊，在那里好像等着耶稣坐着飞碟降来一样，就是很奇怪的一种现象啊。那这个今天呢保禄众徒对得撒诺尼基督徒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呢，是也是给他们一个谴责这样子是不对的，而是鼓励他们呢就是他们应该坚持宗徒们传授给他们的信仰坚持在那个信仰上站稳做好他们每天的工作的本分坚持这个做善行。有信仰，也要做善行，做意思就是说爱德的功夫，要他们不要随波逐流的，好像见风转舵，这样子。那所以呢，关于这个主耶稣的再次来临的问题，对我们今天来说也是一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问题。主耶稣什么时候来，我们说不知道的，其实，但是什么时候来，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怎么样准备好？记得有一个圣人他问道假如耶稣等一下就会来，或者说等一下就会收你的灵魂那你会怎么做？那这个圣人的回答就是说，我还是做我现在做的事情。那这一回答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启发。意思是说，我们每天所做的事情，都应该是顺从天主的旨意而做的事情。我们每天做的事情，其实都是为了爱天主而做，就是一个最好的迎接主耶稣第二次来临的准备。其实我们真的对主耶稣来临什么时候来，我们不需要那么的着意关心，重要的是我们怎么准备好。而这个准备也不是要什么特别的准备的，就是每天做好我们该做的事情，为了爱天主、爱人去做，做好我们的本分，这就是最好的准备了。好，天主降福大家。